就好看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拉拉队，看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才是福利，知道吧？那个算什么玩意儿？福利，这一天天的钱，这个大，是不是？我让他们去跑个步，我们看一下。来直播，嗨，宝宝们，你们好，你们是足球宝贝吗？嗯。啊，今天你们站位哪个队啊？啊？你们站位哪个队？我们只是参加中场比赛那种。中场比赛就是，加油加油，那个什么吗？中场表演是吧？然后那个你们在那个里面就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嗯？这是什么样的作用？就为他们加油助威。加油助威就是平时也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就加油加油吗？要不要拿个旗子？中场给他们做个表演。做个表演就是什么类型的表演？能给我们展现吗？我们现在70000多人在看。有拉拉操啊，爵士这一块。来，会有劈叉这些吗？会有。来，你给我劈个叉，打我腿，打我肩上，来吧，来试一下啊，专业的，来，就一下就行。OK， 来，3、2、1，嘿，哇，厉害了，截个图，来，压个腿，头放过来，来，3、2、1，耶，厉害喽！啊，专业的舞蹈演员，来合个影啊。宝宝怎么称呼？我叫李艳蓉。啊，蓉蓉是吧？来，兄弟们跟蓉蓉合个影。哇，蓉蓉太漂亮了！3、2、1，我怎么感觉比你矮一点？可扎我心了，我扎我老心了，这一点好厉害哦！这腿得劲儿啊，是不是？挺厉害的。这才叫直播，知道吧？这样才觉得有意思，知道吧？你们一个队是几个人呢？怎么你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呢？一样啊，他们一样不？一样的吗？哦，你也穿了一件，你不热啊，哥们儿？就是拉的保持状态啊。哦，就是捂着一件还保持状态吗？就是说一会儿脱，就风一出来，就整个人就兴奋起来，就是一种素养。哦，还有这么玩的，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让人亢奋起来，就是先让自己衣服多穿一点。对，那是一个我学体育的嘛，就是很正常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热身之前都会穿一件大衣，让自己身体保持热度，然后完了。就上场的时候一脱，然后风一吹，然后整个人就开始就皮肤就受冷嘛，然后整个人就兴奋就刺激起来。哦，厉害了，我还学到一招了。就状态就起来了。那就是你像你那么一说的话，就是下次你要跟那个什么，就是说你跟你女朋友就是说很久没见面了嘛，见面之前你觉得你估计到今晚上你女朋友会到那个某到房间是吧？你就先把衣服穿厚点，对吧？女朋友正在洗完澡了，你咔就把衣服一脱，嘣就兴奋起来，可以那么理解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啊、哦，我又学到一招啊，厉害了厉害了，这个叫什么精神来的？什么精神？叫体育精神。对，体育竞技精神。哦，你看我反应快不快？是不是举一反三？对，可以用到女朋友身上。可以。对，这里面哪个是你女朋友？哦，她没在这里。她没有在这里是吧？她在那边。啊，有没有想过把你女朋友也会跳这个舞吗？我女朋友不会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队伍的，我们专业队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净热身。那一会儿你们直播里面要直播吗？可以。对，跟他们看一下，就是足球嘛，这里面的很多的足球爱好。因为我们是中场，因为中场受伤，就我一个男生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甚受不了。甚受不了是吧？那我帮你理一下啊，我帮你理一下。来，宝宝，你好。那个刚才你们的队友就是那个，没事，我刚才跟他互动了，他说那个就是那个热什么热反应，就是要衣服要穿厚点。为什么你不穿厚点呢？因为我热了呀。你已经热了，但是你看他的汗水呱呱流，他的还捂那么瘦。他比较含蓄嘛。他比较含蓄。对。老爷们儿就好，关键是你知道他为什么穿那么厚吗？为什么？他女朋友在旁边。啊，我懂了，对不对？他女朋友在旁边，你要穿的太暴露了，待会儿。他女朋友不得吃醋，是不是神闪？是不是我很机智？那我们穿这么少，那他女朋友该担心了。可不咋的，来给我们劈个叉，来，会劈叉，来，还我们我能在地上劈吗？就在这上劈，打我肩上，压个腿。你刚才那个妹子都压了，好来，你来，把这个手给我，这个手是吧？来，压，哎，我差点把压垮了。来，3，看这边，看镜头，2、1，耶！我怎么感觉比妹子矮那么多呢？来，等一下，你慢点，慢点，别把腿伤了啊、哦！这些妹子个个都高，我的天，没事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属实厉害的，拉拉队的专业舞蹈演员。你们跳舞跳多少年了？我们也没有跳多久。啊，然后其实有时候你们可以就做直播呀。嗯。对啊。因为平时学习比较忙。你是大学生吗？对。那现在大几了？对，大学。大几了？大二。大二是吧？就是我觉得，其实你们做你们的男朋友肯定很幸福，是不是？有男朋友吗？保密。保密，讨厌肯定是有的，对吧？你男朋友肯定很幸福，这是实话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肯定爱你爱的不要不要了。谢谢。有道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可能吧。可能是吧？我也想找一个会跳舞的女朋友，能帮我介绍一个不？
可以啊，这里面自己挑吧。你帮我选一个，你看哪个最优秀，长得哪个最，你帮我选一个。你这个男的，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对。哇，这个屁股好圆的哦。六六六六六六。哦，他们进去了是吧？来，我们进去跟他们那个，你们什么？